安泰和他就是有一道圣光在后面打着他，这样他是一个很给人温暖，可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有点鸡婆。在拍 这部片最不一样，我从第一天进组大家就异常的专心，异常的专注，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演员导演，我们一直都在那一个很紧绷很专注的氛围里面，对，好像就是有一个使命要我们去完成的感觉。对，伯杰有跟我说一句话，他跟我说你没有那么伟大。那一句话其实我觉得在安泰和或者是我看完之后，我都会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醒我的效果。你是不是早知道要封院了？我可不可以在 BP 撤离？你是没有决定权啊！你怎么都只想到你自己啊？你没那么伟大。都不会觉得不甘心吗？爸爸，那等病人好了之后再跟你离开啊。